Hello，我现在在邦代的海滩这边，然后今天是一年一度的风筝节，然后是你可以看到，就是后面就是很多风筝，然后你看这个一直飞不起来，我在等它飞起来。那一坨是一只很大很大的金鱼，然后这边人超多，像这样。超多人，然后你也可以自己带风筝来这里玩。你看这边，满满的人，满满围观的人。一年一度的风筝，你看这风超大，后面超多都是人。它会飞起来吗？然后这个是蜘蛛吗？对，蜘蛛。然后这是红鱼。这个是。还有这个，还有这个不知道是什么。小鲨鱼，